我觉得亚洲人比较喜欢 constant， 因为亚洲人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高调一点，有这个 logo， 然后就是 Kelly 呢，哇，25，亮面外缝，我就觉得很适合我成熟稳重的个性。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手机，对，要叠钻，叠钻。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同时开了这个，他们是一对 couple， 然后开了这个连水钻的。我就一人，因为那时候我要急着颁奖典礼要穿嘛，然后我就急着，那你帮我负责粘一只，你帮我负责粘一只。他们后来知道了说这是爱马仕，他们快吓死了。欢迎光临今天的女人我最大顶级之夜，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今天的行家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收藏品呢？那看了这么多厉害的东西，我觉得我也要慢慢进入精品界了。我今天呢也是来学习的，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品界的翘楚爱马仕。马上欢迎时尚名媛界的 VVVIP， 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我们大开眼界，欢迎光临。接下来这一位呢，每次带来的东西呢都是流量密码，让我们欢迎熊睡王美王思佳。你的包包买对了吗？问他就对喽。欢迎景逸老师。接下来尖叫声叫起来，让我们欢迎马场界的 VVIP 新梅姐。见到你们两位本人真的非常开心。今天有一个包包是全球唯一的哦。Oh my god， 好期待哦！是要给我的吗？卖给我的吗？是是是。那就太好了，因为我常常听你们哈啊，就是你们的主管的那些朋友们呐，他们都说我们今天拿了一个全球唯一的包包，但不是你的，是观影定了。哦，还有一个全球唯一的那个。可爱的小包包，哎呦，哎也来了，那不是给我的，对，被我们的另外一个 B B I 啊，今天就是这两个收藏家来讲故事了，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你呢？耶，哇，哇塞哇塞哇塞，欢迎顶级之夜姐妹花。来说故事之前呢，老师先来帮我们科普一下吧。好啊，大家都知道爱马仕其实就是马具起家的，但是呢，你知道创办人他其实有预见，一开始都是马车嘛，但是预见了可能汽车的发展会蓬勃，对，所以他就把马具呢这一些工艺，然后转向为皮革，然后包款，然后贩售。其实有蛮多像是法国，就是拿破仑3世啊，或者是俄国的沙皇，其实都是他们的顾客。对，其实有很多皇室都很喜欢他们的那个包款。对，但是他创立的时间其实在1837年，对，然后时间呢，因为马具的这个部分其实是1801年到1878年，但是
包款的设计其实是在1890年的时候才开始制作的。哦，对对，然后之后就可能还有推出手表啊，甚至手表，你知道一开始他们在推出的时候，其实有先试水温，嗯嗯，跟一些品牌做联名，对对对对，嗯嗯，对，然后联名之后，其实只要有 Hermes 的一个加成，嗯，其实那个销售都很好。哦，然后再来的话，1937年第一条丝巾的问世，那现在其实有推出了大概900款以上的丝巾，嗯，而且每年可能会有6款左右的新款，嗯，对，3款是全新的，然后可能还有3款，它会有一些复刻或者是有一些经典的元素去设计出来。明白。对，然后再来的话，其实现在就是爱马仕有分成，我们这边是写3大部分，其实现在有皮革，然后还有手表、香氛，嗯嗯，其实现在还有彩妆，对，哦，对，不同的面向很多。那個，来看一下，我们整理，你帮我，因为东西太多了，对对对，所以你已经帮关颖妹妹整理好了一些，分成3大类，三大关键字。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关键字是什么？特殊皮革蜥蜴。来来来，看一下你的蜥蜴，也没有太多，牵出来，牵出来，就一个而已。我戴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哎，是不是？是不是？我刚刚就注意到了，遇到朋友了啦，而且尺寸还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一模一样哦。我是蓝色金扣，你是？我是黑色。红色黑扣，而且这个很稀有，还真的认真在听。对啊，而且它好轻，它的它比我总是怀疑它有可能比鳄鱼轻。我会喜欢鳄鱼是鳄鱼最轻，可是没想到蜥蜴更轻，然后是25公分的，对对对，很难得有，很难呢。然后蜥蜴很难照顾，是哦。对，蜥蜴比较难得，就是在灯光下或有天气有在照顾吗？可是我跟欣梅姐很像，就是我们都很大咧咧，我也喜欢让包包放在地上。我也是，我也是，我不喜欢人家包丝巾，我也都是放旁边。对，来要 high five 一下，我真的很受不了人家包丝巾。有一次啊，我告诉你，我要进那个机场，我忘了是在哪里，好像是香港，嗯，香港机场的时候，我就前面有一个人。跟我撞包，哇！啊，你就知道香港机场不是晃晃晃要这样排队，我一定会，他在我前面的前面，那一定会晃，那个 SS 转到会转到面对面嘛，然后怎么样，就一模一样哦，不是说颜色不一样，就是一模一样。我就把我的包放在地上，然后故意假装在滑，你中计的，我不一样，谁要你冷静冷静。那个人，那个人，因为他一直拎，对，他一直拎，对的，对，就像你讲的，他才包那样包这样，然后呢，等他过我的时候，就这样拿起来，刚才看一下，又要再滑一次的时候，又不滑，好累啊。那我是还好，不是说我们不珍惜东西，是我觉得我们要驾驭包包，不要让包包。对，东西就拿来使用。对对，要丢。而且你知道这个很特别，是它的扣。扣子还有包皮耶，包皮，对对对对对对，包它的特殊皮，特殊皮都有包起来，要不然一般都是金扣的，对不对？一般都是就是一般的就是金扣的。那你如果说今天因为观影配合他，我把自己收藏很久很久都没有机会带来上节目，还好你有讲到。其实这也是我娘的，然后因为你知道蜥蜴皮他们现在好像不太出了嘛，对，所以那时候还好我娘有。sense 把它收购，这个是我第一个蜥蜴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那我只是想说，今天因为欣梅姐，不然我平常真的很低调，我没有那么嚣张。感谢感谢，因为我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怕被骂炫富。但是我为了你，我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骂我。我就是带所有姐帮你扛，姐帮你扛，因为我就想说，大家现在很多，我看 YouTube 很多 YouTube 就是年轻人都开始在收购普皮嘛，普通皮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因为以前我也会收一些普通皮啊，但是我就会慢慢用一些普通皮去换一些特殊皮，因为我觉得特殊皮比较更有收藏价值，然后可以慢慢到了一个年纪，你不觉得就比较知道说这些东西的珍贵性啊，还有工艺这样，对对，因为它的东西真的很好，很好，然后每一个当然都有它的故事，对，是每个人都会问我故事，或刚刚有人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个是最特别的，可是我觉得它每一个真的都很特别，很难选，像我这个 mini constance 已经绝版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康康嘛，那康康喜欢
大家喜欢不同的，像这个就是绝版，你现在看到的是那个皮带的那种哦，你一定有哦，对，然后这个是可以斜背的哦，我看到细节哦，对耶，这是以前的，哎，然后但是这个是我以前买到的，不是古董的，然后所以就到了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特殊皮革，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鸵鸟，鸵鸟是鸵鸟，也是我有带两个，大家很喜欢的 mini Lindy， 会买比较不要太 sharp 的颜色，就是我会买比较黑灰米白，三大金刚，对，然后像这个，这两个好美哦，这个就很雅，对雅。再来就是鳄鱼咯，鸵鸟，对，就是这个，哇，它的鳄鱼可以非常的多，可以说我自己啊的那个包包柜子里面，看过，你知道吗？更精彩、更厉害，不可能更精彩。我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其他都有，就这样。你这个没有，我没有，因为我觉得那很娘，就是太娃娃，太像很适合你，跟很适合思佳，就太洋娃娃在带。你可以，你知道可以怎么做吗？换袋子，你换粗的袋子，就又粗啊，就只不会娘啊，就不会那么细。所以我会建议年轻人，就是如果你觉得鳄鱼皮很不够平底的人，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你再多，你可能三个普皮可以慢慢换成一个厉害的，更有价值，你就可以换袋子，会比较年轻。对，然后这个可以侧背，可以斜背，然后可以晚宴包，你就变成用拿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从小的讲，就是这个是我妹妹在美国看到的，然后她我妹不穿粉红色的，她就传照片给我看，说哎 ，baby pink 我也不是我的最爱首选，然后但是我就看到因为这个特殊，我想问一下，而且在电上拿到 baby pink 跟你的 pink 跟他的 pink 不是都 pink 吗？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有气质的荧光粉，因为他喜欢的是俗艳的，没，松碎松碎，然后这个是 baby 用的 baby pink 哦。但因为我就觉得偶尔来一下啦，我比较少这个颜色，然后我想说，因为我尽量都不让我的东西重复，然后我就觉得它这个也是一样可以换袋子，这个可以拿掉换袋子，然后可以各种背法，然后也可以拿这样。然后我觉得亚洲人比较喜欢 constant， 因为亚洲人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高调一点，有这个 logo， 打 logo， 然后这个粉我就觉得很特别，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有大。就要有中，要有小，这是雾面的。但我觉得雾面的就比较低调一点，然后这个是亮面的，亮面金色的 Constance， 深蓝色的，大的很帅气。大的男生背也好看。对，你先背，别拿背的。他这个期待的时刻来了，对，背包包。我大概也是会很哇，在找包包吗？哇塞，这看应该这个要100，不用不用，这个不用100，不用，要啦，现在要了，都是现在要了，我这个都十几年，这个就要100多100了，对，这个赛那这个怎么办？那就两三百起跳了，因为我早期在收购的时候，真的以前100就是一个。对，一个 Birkin， 对，鳄鱼，对不对？对，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鳄鱼的分别，我不会看，可以教我们一下吗？对对对，方形呢是最普遍的鳄鱼，然后再来就是点点，再来就是倒三角形，最顶级的鳄鱼。那顶二呢，就是鳄鱼的腹部的这一块的这一边，你的是我的是普通的，对，它可能是用背面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点的，但是它有一点点伤口，又或者是它的这个格子不对称，有一点点，所以它必须得用更厉害的工艺去拼出来。拼出来，它不会骗你，它会告诉你说为什么它被分在这个等级。而且它小的跟大的那个拼接，你看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小的，它才会去做 mini 的，然后这个就是大颗，对不对？然后比较新的像。大家都说这种 Lulis 猪鼻子啊，我也把这个换的，对耶，就比较年轻了，这样很好看哦，对，这样就比较年轻了。你要不要再戴戴看？真的，你这样很年轻，这颜色好配新的鞋，对啊，而且这背带我学到了，可以去多买几条那个背带来配哈。它的背带都是几万块就买得到的，是哦，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就是刚刚经典，对，大
的，这个我在Vintage 店买到的，因为真的买不到了，我在 Vintage 店买的，看我觉得它状况非常好。对，这个刚刚这个就是 mini 的嘛，这个是应该是比较中型，它有当然各种更大的，对，砍伤这个就是雾面的亮面，亮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成熟，可是其实它很雅，你还戴好了。对呀、啊，他一直在催你，走个秀，哪个是我？哪个是我？给我拿来，好好讨人厌、哦，就是要有那个气势，气势。我总觉得真的，很多女生只要拿到这个包，不知道在拽什么。火车呢？火车呢？因为他的眼神要跟他那个皮革的光一样，感人。太太，你是说你的火车坐几点的？还是三轮车？鳄鱼哦，小心哦，鳄鱼咬你哦，咬你哦。不能等位置，就马上有车，就 ready 好，不能排队。这种一挂去家长会，就是一个 cocky 兵，我的 cocky 太太啦。这个妈妈不好惹。对，没有办法，好可怕，态度太对，态度就出欺负我女儿。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我对喜马拉雅比较没有感觉、嗯，所以对我来讲，这些已经是我的终极。你的喜马拉雅了，我的终极就是好漂亮，对 ，Birkin。然后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真的。你买的是我买大概十年了，有哎、欸、有十年，也是哈。对，然后呢，我就好漂亮，这两个就是一样都是鳄鱼 Kelly。嗯。28公分的，对，然后一个就是亮面的，就是所谓的外缝，然后雾面是内缝的，然后就觉得它实在是太雅了。虽然大家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买大的，他们喜欢买25公分，可是我觉得这个我都会一直保存着，因为我觉得它很经典，对，然后也是我慢慢去换的。我现在还是有普通皮的，但是我普通皮反而都是留红啊、粉红啊、蓝亮的颜色，绿色、黄色、橘色我都有。那鳄鱼皮我就是都是几乎都是黑灰米白，像红的我就会买小的。买小的哦，我懂了。哎，这个逻辑可爱，我可以学起来。哦，这个也是我在中古店买的，这也是 Kelly 吗？不好找到，这个是 Kelly 系列的啊，都就是背包。哦，背包哎，好可爱，谁能驾驭？这个一定要走秀了吧？要走一下，走。这好可爱哦，这个一定要走秀，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可爱吗？好，我走了。要去哪里呀、啊？哎，走去，要走去瑞光路是不是？好好看哦。背包你有吧？我有啊。对不对？这个就很年轻，你就可以年轻也是背。可是我是一般皮，我没有鳄鱼。嗯。因为要有 adult， 我就觉得一定要有 Kelly Dan， 对，因为它可以有4到6个背法嘛，对，它是可以当皮包、腰包。今天哎，老师可以来一下，你看多适合他，好厉害，我是颜色，会耶，会搭哎，这样子颜色哦。男生我觉得腰包好好看，对，它可以有4个背法，然后这个。色很特别，我就想说对呀、啊，颜色好特别哦，很中性，我觉得很好看，筛选，但是很美，对，绕两圈，对，或用绑的都很好看，也可以哦，差不多是这样子，要走秀吗？可以，看嘞，哇，很好看，高级感马上出来，好看呢，好好看哦，对啊，这个颜色好，哦。这个 size 其实我觉得像我的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 size 当小包背其实也很好看。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很中性？很中性，它不会像刚刚很中性。新梅姐说很娘，太娃娃。对，然后就是 Kelly 呢，哇，25，亮面外缝，这个也是比较 blue， 近期前几年买的深蓝色，我就觉得很适合我。成熟稳重的个性，这个颜色怎么笑这样子、啊？在梦里的时候，对，偶尔也是，你知道吗？像是公司走动一下，要签合约或盖章，要有个气势。哎，我觉得很好看，因为它我今天穿这样真的比较不适合。你来了，你应该裤装可以。哎呀，好，又来了，哎呀，又来了，来了，丈母娘，董娘，董娘来了，董娘，今天要把学校买下来了。真的，没事可以去买学校吧？真的，可以吧？我们俩后开家长会，你这可不可以借一下？我们俩好好看哦，后母跟丈母娘，你知道吗？哦，看，真的好好看，雾面亮面，真的蓝色配金扣，其实运动会我们穿上去，运动
会，运动会小孩跑步，哇哦，我们两个正旁边这样，嗯，加油加油加油，等一下还要打羽毛球，跑快点哦。就是你如果穿得很正式，又或者是像老师那样，或者我们这样穿短裤 T 恤都很好搭。哎，怎么不是拍？其实，在好莱坞很多的那些比较潮流，就是他们私底下就是可能棉裤卫衣，对对对，底下都是比较运动服、球鞋配这个，嗯，就不会那么的，好像皮草配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哎，这个蓝好漂亮，深蓝对，超美的。哇，这个蓝真的光泽，他们叫 midnight blue， 对。哇，好美哦，那个光泽，哎，这么漂亮啊！这个真的就是我的终极包了。嗯，虽然是黑色的，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就是黑色雾面银扣。哦，好。因为你知道金扣买多了，现在就会觉得，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现在大家都是比较 sportswear，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百搭，百搭，然后又是雾面，雾面像25这一颗，市面上很难很难找到了。哦，对。它的包很奇怪，你如果穿礼服。很正式啊，都很好看。有没有人要来拿来丈母娘跟后母一起？怎样变？怎样变？你这次来，哇塞，这次不一样，整个董事会都跟下来了，好看哦！一人独大，那个学校一人独大。哎，你这很凶，因为你知道很多妈妈都会拿爱马仕，那就要再比材质嘛。哎，一般人的。直接都推开，你这个一放到桌上，其他人会收到后面。收起来，真的哎，对，真的真的啊，真的啊。像如果刚像我们那种普通皮，有没有一下车，然后就这样看到人家背这个，我们就会立刻这样。不要像新梅姐刚刚真的好。刚刚呢，思佳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买到就是这么难得的款式的包包跟皮革的话，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个预算上面，或者是没有那个机会，因为可能配货都还不足到那个金额的话，思佳要告诉我们几个比较。值得收藏的，欢迎施家。哦，我们那个没有那么多预算哦，小小的就好，好漂亮哦，小小的，因为我身高的关系，其实我不太能够像我背那个，就真的很像我拿我妈妈的包包，因为我的。我还没有办法驾驭，因为其实我觉得我长得真的，你明明刚刚就驾驭得很好，可是那个嘴脸，可是那个嘴脸就不合算啊，就是你莫名就要配上那个样子，对。然后，但我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香奈儿那一挂，对。那我觉得爱马仕我都懂它的工艺，其实我都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就是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等级跟那个分量，对。那它出迷你。我就觉得很适合我，就是因为我喜欢小包包，有点假掰感，又可以很做作的这样提，然后它有一个肩带是可以背的，那其实这真的就是可以穿很休闲的时候，什么牛仔裤、T 恤、运动服的时候，你就又想要有一点态度的时候，就背这个就觉得很刚好。然后因为这个我是配了金扣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是配银扣的，那我就是那种一定会绑丝巾的人，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哦。因为我很喜欢粉色嘛，那因为刚好这个有绑 ，baby pink， 刚好这个就是我这也是后来才绑，是因为我刚好看到这一条，那我就想说，哎，它这样子绑好像也还可以，那我这个就不绑它，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然后这个是配银扣，然后粉红色其实我很喜欢嘛，那我觉得配银扣比较年轻，然后这个配金扣，所以我就会有两个可以来做选择，对，然后就是也都可以很休闲，你现在可以很正式啦，对，因为你这个你看这个也是。我拿这个又更讨人厌一点，没有，好好看哦，好看，然后就是，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他们家出 mini 的系列，然后因为 mini 嘛，然后你看这个哦，这个就是 Lindy， 跟你讲，这带小孩吼，什么都可以放，你就是什么行动电源呐，小孩子的东西呀，然后什么就是还可以，就是真的还是可以塞一点这样，然后追我女儿也很方便，而且你带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很方便，她手提啊什么侧背这样，所以我就带我女儿出去的时候，我就很常带她，因为就是你常常这样一甩。对，然后手就要这样抱它，这样越用越软，真的。然后它真的就是很好拿，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可爱，然后这样子拎也好可爱，对对，然后又很轻，然后所以我就，而且都是我喜欢的这种浅浅的粉。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单纯就是这个颜色啦，哇，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呢，我本来没有绑这一条，这条也是真的真的，这条也是我后来看到，然后就我觉得这颜色配这个橘，对，橘粉，觉得很好看，搭起来真的，对，然后因为它不绑真的很成熟，嗯，真的不太像是我平常会拿的包包，就可能真的要些晚宴或什么正式一点的这样，因为平常就是如果带小朋友出门拎这个也不方便嘛，对，而且这个也蛮能装，因为它长型，什么口红啊。蜜粉充电，小的那种充电器其实 也都可以放。嗯、对、嗯，其实我大概会，我以前也有买了一个，就是Kelly， 对，但是我就是发现，就是我的个性，因为我真的走路是会这样甩来甩去的，对，然后那个包包就会一直这样打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少背，然后反而是 mini 的长度我都觉得比较适合我、嗯，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反正我就是就这几个，对。嗯，这个就是最新的，对，最新的，我上个月才拿到，就是二月底的时候，屁股后面有个小口袋。我来说故事了，在我的右手边呢，这一套呢是某一年呐、啊，我主持金马奖，然后穿的这一套衣服只亮相大概两分钟而已，就是爱马仕的，那个时候买大概70万有找，因为它很多的细节我觉得很漂亮，它整个大后面呢整个是大露背，那么都还好有观影来，所以我它还可以再上节目一次啊，谢谢观影。然后这个帽子呢，我也是介绍过了，它我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一条链子我非常的喜欢，很多猪鼻子，很多猪鼻子，对。然后因为我脸很大，所以我很喜欢买那个大圆的帽檐大一点的帽子，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我脸小一点。然后这是一个斗篷，也是只有一件的一个收藏品，我很喜欢的，皮革非常非常的软，然后零下9度的时候，9度到11度的时候，我有披过，我里面只穿一个凉感衣，我都觉得还可以，因为它里面是一个零下9度还穿凉感衣，对对，因为它室内我很怕暖气， uh-huh. 所以我一定要穿凉感衣。Oh. 然后里面是 cashmere， 所以很暖。啊，这个裙子也是很好美、哦，很有趣。我到现在我买来已经10年了，都还没有穿过。哇，10年了。对，它这边是一边是一片的，一边是百褶的。它百褶里面还有这个透明的丝，就是这种很丝、嗯。我就觉得它的工艺真的让人家真的非常赞叹，而且某到顶啊，没话讲。好，就这样。然后，这是我第一个爱马仕，在我30岁，不是说33喽，33、34了。然后，我就去这个店里面，那个时候是要买马具给我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我就看到了这一个，因为我很喜欢，Gucci 的包包，所以我就觉得它很像 Gucci， 我就买了。其实它就是假鸡包，有一点像哎，对，这个形状很像，也是叫假鸡包。好，你刚刚讲，你说背带，我有买这条背带，哇，你要知道它有多重，真的很重。刚拿起来的时候就很重的感觉，听到那个声音，是不是武器吧？是不是很重？这真的，这个猫很重，这猫你不要拿，你不要拿，这猫下去，这猫下去你没戏嘛，挂掉没有？我告诉你。配那个这个，对对对，我刚刚找这个，哇，有粉哦，哇，好帅，真的，这很帅哎，哇，新妹姐，你看，哇，好看，哦，哎，好看呢，对，而且这永远不会创包。对，因为这样子真的配的，因为他这个配终于不用在地上被踢了，终于看你就会不会很想到前面来看我的脸，会吧？对，可以把整个鸡冠买下来，是不是很好看？好，但是它就是皮很重，它这条带子就要10几万背带，哇，很特别，但是很特别。如果你真的要入手爱马仕的话，有几个就是丝巾啊，我觉得丝巾其实也是可以去投资的，还有围巾，像这样子。这个就是爆的哦，对，爆的这个系列，然后颜色其实也蛮多的。我这个花瓶呢，我上次讲过了，就是很难得的一个工艺。那这是特别为了观影，他很喜欢爆，所以我特别为了你来这边等你，等你看，我有。
哎，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爱马仕的，我要买观影的这些包，我要买施加的这些包，我要配多少货？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瓷器，包括我等一下要介绍的东西，其实都被变成配货。嗯，对，他们真的工艺非常厉害跟精彩。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工艺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比较没有人知道的。那这一双鞋呢，也是爱马仕的鞋。我记得我当初买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拍的开场的时候，开场的，对对，它是一个非常素雅的漆皮的鞋子。嗯，那我记得这一双鞋也是要18万多。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要配这一套衣服。我有两个就是脚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他们共同开了，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手机要铁钻，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同时开了这个，他们是一对 couple， 然后开了这个粘水钻的。我就一人，因为那时候我要急着颁奖典礼要穿嘛，然后我就急着，那你帮我负责粘一只，你帮我负责粘一只，这样子，然后再两批，他们就帮我粘好。他们后来知道了说这是爱马仕，他们快吓死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可以随便拿一个几千块的鞋子去粘就好了。但是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很大。然后也因为这双鞋，后来都借它放在店里展示，然后也就是赚了不少。对对对，招财鞋。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吉祥物，镇店之宝。那这一咖呢？是我第一个鳄鱼，已经好好看哦，像保龄球包，20几年了哦，好新哦，非常新。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那时候的男朋友跟一个女生去开房间，而且在香港我最喜欢住的饭店，然后呢，就是在那边被我的朋友遇到，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很气。我就进去爱马仕，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一个鳄鱼，然后我就说那你们现有的可以卖我的是什么鳄鱼，我现在就想要一个鳄鱼，要不然我可能会包下子尖尖我会把店买掉哦，把店买下来。我说我可能会就是立刻爆炸这样，然后他们就去里面找到了这一个。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讲，它真的对，让我当时的救赎很有故事的包，对，让我这个故事好心酸，而且你回头看就觉得现在自己变得更好了。对，所以我每一个带来，我虽然带来的都不是新的包，但是每一个都有，就是让我特别的。对对对，这个是抓包啊，对，这是抓包，抓包。算了，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啊。这个新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分手成功，我跟你讲，庆祝，恭喜，请神容易送神难。我知道你也会跟我一样的了解，你现在弄不开，对不对？身边有了钱了，什么问题都来了，没有关系，姐姐教你就是买鳄鱼，或者是买爱马仕，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一点，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好，自己开心最重要。好，接着下来。开箱吗？这个就是最新的，对，最新的。我上个月才拿到，就是2月底的时候，然后它新的，它就开始变成了，对，它有好，它有好几个颜色，它有好几个颜色拼接，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少个颜色，反正他们就很爱搞这种配色，好好看。口袋是另外一个颜色吗？口袋是另外一个，这里有个口袋，口袋是。打开另外一个颜色，屁股后面有个小口袋哦，另外装手机什么的，这个还蛮深的，很实用。好，他们最近这几季都会有很多口袋暗袋，然后在包包的外面，跟以前的 Birkin 男包也有。然后它的皮会比较轻一点点，大概50万有找哦，这个在店里拿的话很嚣张。很好看。好，可是你们可能拿不到。开箱。好，我先开这个。这个东西呢，它叫 Santa Louis。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姐姐，大概大我10岁，然后她生病了，我就跟爱马仕订了一个。然后但是呢，等不到这个来，他就走了。
后我要说的是，嗯，我很思念这个姐姐。这个东西呢，它叫 Saint Louis 这个品牌。嗯，你知道跟爱马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就是爱马仕出的所有的这个品牌的家具，哦，所有的饰品，所有的你会想到的灯、玻璃、瓷器等等，都是这个品牌。它是靠近法国的一个乡村，一个小镇。嗯，这个品牌已经430年了，工艺430年。这个小镇里头充满了，你知道，武艺高强的工艺的大师们，都是在法国指定，皇家御用的所有我刚刚讲的那些的工艺的师傅，一定要这一家来做。但我收藏的这个灯，哦，灯，哦，它非常非常的重，是它的造型是一个，它很像栗子，有没有？坚果吗？坚果，很像一个栗子，花栗鼠的那个。等一下，我再开给你看。它是无线的，然后它有五段式，一次充电可以21个小时。21个。然后我喜欢的就是说它的这个黑橡木，这个木头呢是从经年累月或者是风化之后变成黑色，并不是它去做的，哦，自然不是它烤的，不是。然后它有一个这个铜器，嗯，好。然后你要知道木头加上这个东西，加上水晶，好，这个师傅。他非常厉害的是，他们全部都是用口吹，然后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水晶是双层的水晶。那这个工艺呢，每一个工匠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作品。嗯，然后这个作品是无法被目前快速工艺可以取代的，也就是说工厂的，它不能机械化，对。所以它多的是这种匠人的那种温度的精神，匠心，对，这是我很喜欢的。也许它会有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它就是纯手工，它就是有温度的，所以这是我很爱的一个收藏品之一。最后我把这个东西做最后也是有一个原因，这些工匠他们要怎么讲，要保有自己的创新的工艺，创意，嗯。他们最需要的还要有一个传承的技术给后面后代的人，而且像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对，他们会觉得啊，这个电脑就切割，然后就是这样就做出来，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最后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呢，哇，这个也蛮沉的，很重哈，也是同样的，很好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姐姐，大概大我10岁。然后他生病了，所以呢，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要求，然后非常有品味，他非常喜欢这个品牌。那这个姐姐呢，有一年就生病，一直就变成要长期的卧床照顾，嗯，然后有时候好一点，她可以起来走动，有的时候不好，她就变成那一阵子都得躺。然后他的看护啊，还有他的先生，每一次都要拿着托盘，去他的那个桌上，就是或者是他的床上给他吃。然后我刚刚讲了，他是一个很要求品味的人，可是他每一次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就都是他在吃饭的时间，我陪他吃饭，他就说我现在只剩下能够吞咽，我就很感谢了，什么等等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他先生在收他的。他先生在收盘子的时候，有不是有个托盘吗？那有一个手把坏了，可是他还在用，那是他很喜欢的一个托盘。然后有个手把坏了，我就跟爱马仕订一个托盘，他们就一样的请路易斯的这个工艺帮我做了一个托盘，一样的是这个黑檀木来去做一个这样的托盘，这样子的工艺很，它是实木哦，非常沉，非常重哦。然后但是呢，等不到这个来，他就走了。然后我要说的是，我很思念这个姐姐，对不起啊，我很思念这个姐姐，
他给了我很多，我心里最最低潮的时候，他给我很多勇气。我要告诉你们，最后就是女人都很辛苦，我有过程当中她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去爱马仕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不接的，前面那么表演出来了，骗我的眼泪。哦，我是我刚刚都快哭了，我不想要，我就是不敢看你们，我就是不敢看你们，我就是不想要哭，所以我想说啊，干脆讲给你好了啦，老师现场交给你啊。我想说今天这集怎么这么沉重，鳄鱼的眼泪哦，现场交给景玉老师啦。我觉得大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精彩，而且真的很有故事性。其实爱马仕这一个品牌呢，其实包括大家认识的，可能去电商认识那些 sales 啊，我觉得品牌都希望我们是深爱他们的产品，会用他们的产品，所以才大家会觉得配货。可是你在买配货这些东西，其实你也要买你喜欢的东西。你买到你喜欢的东西，其实成为你的风格之后，那些 sales 才知道，哎，什么样的包，或者是你有给他许愿过，但是那样子的风格很明确是你的时候，他才知道，哎，你的东这个包出来的就是你，他会想到你。嗯，对，我觉得其实你要去买配货这些东西，还是要你自己喜欢，然后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生活风格，那这样子让 sales 会记得你的印象。那当然这是一个就是在专柜啊，然后要配货的。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管道啊，也有二手啊，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代购。对，那如果是入门款，然后冲不到配货的额度，然后买不到那些厉害的包，该怎么投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不管是选品店啊，然后二手，甚至是代购，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包款。那我今天带来的几个包，他们的价位那边可能一颗就这里就可以包起来了，对，但是都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可能里面稍微现在热门度高一点点的话，可能就是刚刚有介绍这个 Burberry 的这个 mini， 然后它又是橘色的，对，但是这个包其实现在它定价也是差不多18左右，然后这个在二手市场可能也是要到25、26，哇哦，对，虽然它是，而且它又是橘色，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粉色。其实有几个颜色，就是在追爱马仕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那一个什么金刚色啊，那几个大象灰、黑色跟金色之外，有一些颜色它其实保值度也蛮好的，像是粉色、樱花粉这种颜色，粉嫩私家会喜欢的那个颜色，或者是 blue jeans 蓝色那种颜色，其实也都是蛮保值的。对，然后再来，他们当然还会有分一些流行色啊。对，流行的颜色，那这一个是比较偏向樱花粉的这一个颜色，这一个包款也是现在门市都还有的。对，那这个粉色是比较特别一点点。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些的包款可能可以在一些二手的市场可能找得到，像这个它就是邮差包，这个可能现在比较少，我没看过。对，它邮差包，我觉得男生背其实也可以，就是一个肩背。对，然后它容量其实也很大，对，然后因为其实如果是皮革的话，它这个价位可能就是十几，对，十几的价钱。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当然就是很经典的这个菜篮包，对，然后红色，刚才没有提到一个颜色，红色跟橙色，就是 Hermes 橘这个颜色，其实也都是很经典的颜色，对，那它的容量其实就是很能装，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皮也是很轻，然后里面是麂皮的，对，当然除了这些包款之外，还有如果你真的要入手爱马仕的话，有几个就是丝巾啊，我觉得丝巾其实也是可以去投资的，还有围巾，像这样子，这个就是豹的，对，豹的这个系列，然后颜色其实也蛮多，然后这个 size 的话就是140×140，比较大的，它可以当围巾，对，可能可以这很简单的这样放着围起来，对，或者是或像观音妹妹这样子，对，披着其实也可以。那有时候男生也可以，就是直接这样子也是 OK 的。对，然后还有的话，刚才有讲到90×90的，它就是最好用的 size， 最大众大家喜欢的那个 size， 就是方巾，它是印第安，对，都有他们的故事在，对，印第安图腾。
对，那这个颜色其实也是蛮丰富，而且它又是有那个 Hermes 的这个橘色。另外呢，这个就再小一点点，好像是65×65的这个 size。但是这个颜色其实是很缤纷的黄配蓝的这个颜色，大家有发现吗？它其实是那种小猪鼻跟那个有那个神，对对对对对。哦，它有一系列是游毛系列、度假系列，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去码头的时候看到那个游小猪鼻的那个项链，就在对，就是那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小猪鼻，然后还有项链、首饰，其实都是这个典故出的。哦，对。既然老师讲到丝巾，最后呢，你也可以从这里入款，因为这个也是几万块就可以了。然后有不同的尺寸，这个是中的，它有大的，还有一个更小的，所以这都很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种袋在里面，一组的，那也很适合投资，就是你不一定说啊，我们每次介绍的东西都贵什么时候没有这个，它大概有2万-3万到5-6万，因为看你的大小皮革的大小。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都说它是和尚带，和尚包啊，有很适合。对，这个是丝巾的，它好像也有帆布的。对，也有帆布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出国，我放一些东西。你这个包不要放后面，因为那个扛啊从下面滑就哦，这个会很薄，所以你给它穿在大衣里面，其实就很实用。今天讲到这大家的故事跟你分享，如果说你也想要买，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如果你的生活里面你发现啊，你已经有一个小小房子了，哦，你把先生小孩都照顾得很好了，那你也大概呢也成熟了，有一点点闲钱或零用钱。把这个钱呢换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对自己好一点哈，不要呢就是买了东西都不用，或甚至呢也来不及买，来不及用，那不是很可惜吗？最后呢，我们要把四月交给我可爱的天使，这是谁呢？在这边，真的，太可爱了，好美哦，真的，好美，好啊。4月号的封面人物啊，我本人啊贴在新媒体之后，然后因为其实这次拍摄比较特别，是我有带我女儿去哦，对，就是有跟妹妹拍了一些照片，对，然后还有就是有聊到一些当妈妈之后的心路历程，跟怎么样可以保持浮夸的心态，就算小孩出来之后，还是可以更上一层楼。哎呦，所以我们所有的详细内容上，麻烦大家可以去女人我对她的官网，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样。今天也谢谢思佳，谢谢，欢迎妹妹，谢谢老师。